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隔了那么久，终于又有时间在录新一期的 Vlog 了。这次我们来到了 Dirdodo， 准备晚上拍下星空什么的，拍银河。然后我的眼镜呢，因为上次摔了一下，所以这里有个裂痕，所以大家不要介意啊。我们从伦敦，坐火车再换公交到这里大概2个多小时。现在我们准备吃点东西。我们现在打算直接从这里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天气还是很不错的，晚上很大几率可以拍到星星吧，银河不知道。发现远处有艘游轮，好爽！这里风景还是真的很好，我们都停在这里拍照，一半天都没走几步。好憨啊，确实。我们现在终于从后面那个月牙湾拍完以后终于离开了，在关在那个地方就拍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现在再往德尔多多走大概还要走个半小时，到那里就已经差不多7点多了，那就剩2个多小时拍一下夕阳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打算在海边悄悄地
睡个一晚上，然后晚上起来拍下星空、银河什么的。啊，哎呀，哇，这风景！不知道谁住在这些房子上面，好爽。其实我觉得也不很爽。爬着这个上坡终于爬上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好累啊。我操，到顶了没？到了吧，接下来就往下走了。终于看到地儿多多了，前面这个应该就是了。我们先下到沙滩上来了，然后拍了一点视频，先寻找地方过夜，不知道能不能睡在这些，就睡在这些沙滩上面。我希望的是可以找到一个洞穴，然后钻进去，然后不会有人看到，然后也不会有风，那就完美了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准备过夜的地方，就在海边。然后现在天还没黑，等天黑我们再准备扎帐篷或者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趁现在还有点光，我们飞一下无人机。在 Google Map 上本来是查了一个山洞，我想着晚上就可以睡在山洞里面，没人打扰也没风啊。现在我就在寻找那个山洞，前面那里应该就是了。感觉这一块挺不错的，哇，这里好美啊。我怀疑我 Google Map 上看到的那个山洞不在这一块，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，看来只能回去了。哇，但是风景真的好漂亮，太美了，不枉此行啊。这个海浪打得越来越高了，不会真把我们那里淹了吧？但是我们那里挺高的呀，不至于吧？看看一路上我走过来的脚印，哇，我去，我们不确定半夜会不会涨潮，所以在那里做了一个塑料瓶，如果水漫过那个塑料瓶我们就要赶紧撤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演练这个逃生的这个步道，这样水来的话我们可以从这里赶紧跑。
看起来还是可以的，不是很懂。怎么样？这个是水草。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小帐篷给搭好了，我的也是铺好了，铺好了。然后现在把睡袋、睡垫放一放。可以了，我们现在营都扎好了，然后现在就等待12点钟，就等月亮下去，看看能不能拍点银河。这样很温馨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吃一点东西，然后这个徒步的脱水食物，两包泡面。哎呀妈呀，真香！真香！真香！另外一根筷子，另外一根筷子，一根一双筷子可以给两个人用。哎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哎，可以的。啊，真香，真香。啊，我吃这个东西。哎哎哎，贵香。我们现在东西都吃完了，然后看了一下这个银河。在这里，然后月亮在这里，一直不会下去，那这银河怎么拍？我们现在就等到1-2点的时候再看一下能不能拍下银河。哦，对，躺着休息一下。公开处刑是吧？我们尝试拍了一点星空，拍了一点长毛光，晚上长毛光，但是。天空实在是太亮，这个月亮太亮了。然后我先躺在这里，哎呀，躺在这里看星星，真太舒服了。很多东西感觉拿相机你是拍不出、感受不到，还是要亲身体验一下。现在时间早上4:30，然后天已经亮得差不多了。昨天晚上基本上没怎么睡，被这海浪很吵的是睡不着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，不知道打算怎么样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拍下日落，然后日出，拍下日出，然后赶紧回伦敦，越早回伦敦越好吧。回去补觉，昨天晚上躺了一整晚没睡着，但今天也不是特别累，也许回到伦敦以后就马上不行了。我们现在下山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坐火车，要不然坐3个小时火车
不吃东西太饿了。现在早晨的光线太漂亮了。我们现在回到了出发的小镇，因为现在早上6点，好多东西都没开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下，晒晒太阳，把昨天的湿东西全部晒一下。然后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下次再见。